对，我觉得可能稍微太过前面的一是，而且凯勋也没有去思考到说自己的血氧机已经不太健康了，在前方夜谱，结婚没有，但是你讲一个字，凯勋刚刚血量已经被对方爷爷夺了，翻了蛮多的，凯撒是，乐多已经倒下了，乐多还拿到这条凯撒之后呢，两个人后面冠军已经没了，可爱的前方想要来带更多的人，冠军的前方稍微顶住了，但是凯勋要没了，完了，这样子怎么夜谱？是的，推完之后，燕燕捏板之刃起身，还在抓，一撞啊 ，double kill 夜谱！现在兵线进来，五名成员全在的 one team， 恭喜 one team。